有台上展现软骨功，台下观众看得入迷。剧院舞台华丽梦幻，地点就在邮轮上。以高雄、香港作为双母港的名胜世界一号邮轮四号开启航程。名胜集团哦，展现非常高的效率，来跟我大家在畅谈邮轮观光的时候，两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就召开记者会。那今天就顺利的首航。那这一次以高雄作为母港的话呢，我们将会带来140,000的这个乘客。三月才宣布，四月就迎来国外观光客，邮轮房型抢先曝光，豪华套房有客厅、沙发、吧台、阳台可以眺望海景，餐厅还有专人随时制作餐点，格外享受。罗马风格泳池、乐园水道，船上可搭载1856名乘客，往返高雄、香港全年度78航次，140,000旅客观光产值高达16.8亿元。它的 set 很多，有4天3夜，有5天4夜。名胜世界一号邮轮从高雄出发，分为周一行经澎湖到香港4天3夜行，或者是周四出发的高雄直达香港5天4夜，其中2晚可在香港自由行，周日再搭船返回高雄。疫情过后，旅游业大爆发，邮轮旅游前景也充满商机。近新闻林怡清、杜韵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